主播有没有见过那么强？我也不知道，天生神力吧。这东西目前为止好像无解，他的换血。 东西你只要上去补刀，他必 Q 你。主要剑魔他又笨，他又不能像别的英雄那样。哇操，他妈痛的要死！这东西真不好打。这些兵死大妈了，一个个不死的，我操！然后那么命惨。 确实最难打的还是格温，这四姐妹，就是妹妹上单里面最难打的还是格温，感觉格温这英雄怎么打都不好打，他技能主导致，你要说他数值，那也是之后装备起来之后，他那个伤害，我感觉格温其实都跟数值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就他那个机制导致的，他的机制导致他这英雄就这样。 居然打的不是无人，说的是近战，不吧，来个矿刀吧，这把要打持久战呢。只有你们这样看一下，对吧？直接17的 CD， 这是主播的公式啊，主播的出装公式啊。这样技能结束直接15 CD， 我就买了一个银城。 有多兰剑的吸血，生命攻击力，这样我就有15个 CD， 很舒服。倒霉其实都没格温能打。你他妈的怎么这么痛啊！ 他的伤害，这就是他妈快死了！我操，我好像确实，他伤害确实有点高的，操！他只要不 QE， 我永远被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格温只要不主动 QB 剑魔，我永远被动，几乎是没得打，几乎是没得打。欢迎大招。 我知道你们很急，但是先别急，主播还有 TP。他比我多10刀，10刀就是200。
几乎打不起来，感觉要么就相位，要么就起风。之前一段时间还带过征服者，但我感觉，也一般，说实话也是有点一般。 他妈的，这什么伤害？干不过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些人说格温，你带闪火打他，但是你带闪火打他有个问题是，你带闪火对吧？他看你带闪火，他就不跟你打了，他只补刀你就很难搞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也不是心乱，没攻击力不够 ，CD 不够。 伤害值很高，顶不住。76打55，压21刀，21乘2，400块。今天上是落后了，应该。是机制的问题。 平线还行，但看了一下对面这个战绩，我操，杰拉死了5次，我们就塞拉斯跟这个还行，但是塞拉斯补到有点少。四级。 打了不掉血，我操！我所追寻的唯一瓶颈是死亡。 配合，哎呦，主包的勾引呐、啊！你们有这样的勾引吗？还得是你明哥呀。平时明处喊的再多，这一波也得喊声明神或者明哥呀。刷波歪日，快点！刷波歪日，这不刷波歪日。 这不刷呀啊！那他妈这不刷呀！
来，虚弱点火狗，哎呦，没想到吧？ 还开大跟我打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？还真的就是这样，得等到星虫啊！你有那个护盾才能上去打呀，没这个缓冲根本顶不住。不正经，大 TP 好。哎，谢谢宝贝续费的钻粉，谢谢一轮哦呦续费的钻粉。 我操，他妈这么痛的，他这都能捡我1000，快刀剪乱剪了。哎呀，他的快刀乱剪太致命了。寡妇，靠你了，寡妇。帅，我操，帅寡妇。 下路塔又爆，喂，这14分钟死11次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啊，这你们接受得了吗？兄弟们，主播下路死了11次，14分钟，这你们接受得了吗？哎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马上又要输4把了，我操！下单。 哦呦，舒服！有消带。跟你们讲话。 哎，跟你们讲话呀！今天播黑神话不播。Shut down. 坏了，寡妇死了。人呢？ 假的，嗅觉那么灵敏的，知道我在这里面。第一排也不用了，这来我还真杀不掉。
has been slain.你还别说，是真的省钱，少花300块却得到了300块的价值，然后又因为合成少了300块，所以现在是300鞋子等于300加300，5再加上390，差不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经济价值，一个神奇鞋给了我1000多的经济，帅，赚麻了。 确实赚麻了，我好怕被这凯一秒，真的，很脆，我操，光辉，皮都给你撕破。 不是我想 K 的，这个技能放错了有点，我只是想拿个助攻。OK， 打着打着经济不就起来了，就打运营了，操作风险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OK， 双击。 我操，他妈这什么东西？噼里啪啦我就死了，我人呢？这技怎么打的不掉血？我操，这幽默，兄弟们，幽默捞脱了，我操！亚托克斯是捞脱，香香鸡晚上好，没有打野帮，那没有打野帮就没有打野帮呗。 哎，你们整天不要老是专注那些没发生的事，好不好？打野帮了就是打野帮了，老说打野没帮是怎么样的？如果打野没帮，我这把是怎么样的？就不能专注已经发生的事吗？哎呀，真的下头啊！那你说打野他可能不帮我，这我这对线换血换这么好，还能稳得住？这格温没给我爆线。 啊，你问的是主播点燃传送打格温会不会更难打？哦，我的问题，传送加点燃打格温，差不多吧。OK， 形态小崩。 这里我们不需要去中路啊，我们接着推。帅，两座防御塔，一般上单吃两座防御塔，这个是很亏的。 无论是逆风还是顺风，这种都很肥，跟沃柑一样肥，和沃柑一样肥，沃柑肥。
喂，直接秒了！我感觉我在这凯里面前，跟透明人一样，他都已经无视我了。又是这个，他制造者。 他不会还要吃这个吧？你怎么对这个塔是情有独钟的呢？杀了个光辉。 不想蹲我。你把他杀？哎呀！哦，有寡妇，哦，舒服了。 闪现反应不过来，啊！主播中灯啊，中灯反应不过来，身体有问题。哎，妈的，这光辉真的是……哎，不过死了也行吧，死了也行吧。你去上，来得及吗？啊，又被捡爆了。 哦哦哦！建模够！啊哈哈哈哈！呜，跑这里去！别够叫了，什么东西？他不会在看我直播吧？啊？ 他在看我直播吗？别够叫了，<笑>还行，守护家人去了，他不会被队友喷说格温打不过剑魔吧？但怎么讲，只能说格温打剑魔，我的打野给他抓炸了。 我确实打不过他，我确实打不过格温。我现在这版本的剑魔真不好打格温，又或者说格温稍微认真点打，剑魔是没什么机会。林哥，你这除了打排位不行，打大乱斗可以，那就玩大乱斗呗。
幽默，我在干嘛？我操！我在干嘛呢？笑死了！看队友杀这么帅，我来整点节目效果。哎，这不是确实有点名处了啊。小格温不受影响，笑嘻，不过还行，格温值钱了。寡妇得抓到提款的行。哦呦，这寡妇真是小袋中的小袋，小袋。送一个，不然对面退不去了。那赶紧退呀！我操，他妈的，早点退不就行？搞得我打半天，又累又烦。其实砍倒下版本还可以带，还是猛，砍倒还是强。哟，那么跳啊，跑牙手脸上玩，他妈的，这砍你这上的哥们。啪一下你死了。哎呦，进入神体，不进入神格。哎，哎呦，跳弹！我本来想跟格温一起玩这个跳弹，妈的竞争下头了。你别跑！换个疾跑更好打团吗？先摸寡妇，先摸格温。我操，这把游戏打得好焦灼呀！跟通宵网吧生死局晋级赛一样，我操玩！我来帮你们推过去。你装你老妈！这寡妇打的防御塔震一下，震一下。盖伦的妹是真调皮。哦，直接丢到格温身上，滚烫滚烫的。